来看详细消息，台东警方早起是接到通报，敢若有一只轻航机在东滨外海降落海边，目前台东甲花莲的海巡人员是已经去搜寻了。消防甲海巡人员为海上甲海岸边在进行搜寻，也无任何发现。安内台东航空暂时表示讲，初步了解民航甲训练机是拢正常飞行，并无状况。不过，相关单位也是陆海空在东滨展开搜寻，进一步调查未来确认情形。